今天和大家介紹一支來自意大利的葡萄酒，它的級數是屬於意大利的第三級，叫做 IGT， 其實是屬於村莊酒的級別。其實意大利的 IGT 在我心目中是非常之一個神秘的一個級別，因為它當中真的好像一個金礦一樣，裡面可能會有很多寶藏給你可以發現到的。酒色方面非常之深潤，應該都是會有一個近年份的一支紅酒來的。酒香方面都帶給我一個有些茶葉的香氣，有些酸車釐子，有些香草的感覺，非常之特別。入口口感非常之有驚喜，因為點解咧？因為我覺得佢個酸度啦，非常之自然啦，佢個果咧同埋佢個單寧咧係明顯嚟講咧係比較收斂啊，所以個酸度會顯著咧提高咗少少，好似我平時食開意大利菜嘅入邊一啲乾番茄啊，或者一啲食 pizza 嗰種意大利番茄嘅感覺嚇，好傳統嘅感覺。裏面仲夾雜咗一啲好複雜嘅香草啊，一啲唔同嘅一啲木嘅元素嘅感覺俾我啦。是一支很神秘和很特別、很有代表性的一支意大利 IGT 級數的酒，非常之值得大家一試。